莎，不许走，不喝一杯，不许走。还是君上对臣妾好。不喝了。君上，臣妾头有点晕，您服千丝去床上休息好不好？来人！您别叫了，臣妾让他们都去歇息了。君上，君上，胆敢射箭弓！臣妾心系君上，为了君上，臣妾做什么都可以，怎么能是射箭呢？酒里加了什么？臣妾什么都没有做，那个酒是爹从边塞带过来，特意来献给君上的。只不过这酒甚烈，君上！君上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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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君上，慢点，慢点！君上，何必等明天？爱自己。
你不困吗？那，那我们这样算是在一起了吗？你本来就是孤的妃子。那万一我不是呢？你这脑子在想什么呢？你怎么会不是呢？如果能一直这样就好了。那我是不是不应该隐瞒他了？如果，我是说如果。如果我有一天骗了你，你会不会怪我？你今天怎么了？哎呀，你就说嘛说嘛，你会不会怪我？那你骗姑了吗？米七七，说实话吧。其实我以前一直想要接近你，是因为我始终觉得我们之间有一种微妙的联系。但是我还不知道。然后呢？你不生气啊？你还发现什么了？有些眉目了，应该过段时间就知道了，到时候我一定第一时间通知你。睡吧，别想了。明天见。真好，明天早上起来就能看见。娘娘，娘娘，你快去龙贤殿！你大清早的咋咋呼呼干嘛呢？君上臣妾从染溪院回去后，就一直昏迷不醒，整个玄衣阁都出动了。他们寻遍疑难杂症，诊治到现在，都无法诊断出君上到底得了什么病。娘娘，你还是在外面耐心等候吧。君上他怎么样了？回娘娘，这医官正在诊治呢。为什么突然就变成了这样？可有什么症状？他就像睡着了一样。睡着了？是不是太累了？哎呀，娘娘，您就耐心等候吧。让我看一眼，就一眼。哎呀，娘娘，您别为难奴才了，这医官要有结果，奴才一定第一时间告诉你啊。君上好端端的，怎么会中蛊？娘娘，君上自然不会无端端中蛊，定是有人给君上偷偷下了蛊啊！胡说，君上行事向来谨慎。娘娘，外面都传遍了，君上从染溪院回来，他突然病倒的。丽娘，你的疯病还没好吧？是不是你？你给君上下的什么蛊？说呀。什么蛊？都说君上是从染溪院回来之后才昏迷的，肯定是你下的蛊，赶紧把蛊虫交出来。我没有。是不是你？一查便知。你们什么人？这可是丑娘娘的情愿，岂容你们擅闯？来，搜！不是，你们不能！起开！你们不许走！滚开！走开！林俏，林俏，没事吧？林俏，谁允许你们搜我的寝院？本院掌管后院多年，如何搜不得你寝院？
王妃娘娘，属下在丑娘娘床下找到这个。这是什么？打开。蛊虫，是蛊虫。果然是你呀、啊！不可能啊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个东西、啊，这不是我放的。王妃娘娘，奴婢每天都打扫房间，从未见过这个东西，一定是有人栽赃嫁祸，我们娘娘她是无辜的。那哎，林俏，林俏，你的意思是我们家娘娘嫁祸你们家主子了？丑青离，豢养蛊虫，证据确凿。来人，给我押去逸轩院，本院要亲自审问。是是。不用。重送去医官那儿，让他配置解药，希望君上能赶紧醒过来。奴婢这就去。彻儿，你来了。母妃刚泡了金胆茶。母妃为何见死不救？母妃还在茶中加了蜂蜜，喝完以后呢，可以去火气。你来，试试看味道怎么样。母妃为何见死不救？丑青离，下蛊谋害君上未遂，如此重罪，母妃若是包庇，要如何服众？好，母妃不救，我救。丑青离，豢养蛊虫，证据确凿。来人，给我押去逸轩院，本院要亲自审问。是是。不用。娘娘。娘娘。快把蛊虫送去医官那儿，让他配置解药，希望君上能赶紧醒过来。奴婢这就去。怎么了？这是你早就预谋好的吧？这次还真不是我，倒是你。君上对你那么好，你为什么要害他？不是我，看来不好好教训教训你，你是不会承认的啊。娘娘，他会死的。那你带他死。娘娘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我捶。现在可以跟我聊聊你对君上下蛊的动机了吧？你过来，我告诉你。算你识相。没事吧？这个回答你满意吗？丑青离，你敢羞辱我，我今天非要好好教训你，使点劲儿。太妃。
太妃娘娘愿意见我们了吗？你们怎么还在这儿？这几天跟你们说了多少次了，太妃是不会见你们的。姑姑，求求你了，就让我们见见太妃娘娘吧。你们这俩。这是怎么了？一大早在这儿哭哭啼啼。殿下，没事，太妃娘娘在里面等着殿下呢，赶紧进去吧。嗯。哎，晋王殿下，我们娘娘被凌王妃带走几天了，您一定要求太妃娘娘帮帮忙，让她救救我们娘娘。彻儿，你来了。母妃刚泡了金胆茶。母妃为何见死不救？母妃还在茶中加了蜂蜜，喝完以后呢，可以去火气。你来，试试看味道怎么样。母妃为何见死不救？丑青离，下蛊谋害君上未遂，如此重罪，母妃若是包庇，要如何服众？好，母妃不救，我救。站住！你，哎呦！晋王殿下，您一大早着急前来，可有什么事吗？没什么紧要的事，就是听说王兄醒了，特意赶来看看。哦，王妃娘娘也在里面呢，奴才给您通报一下。参见王兄。你来的正好，顺便帮姑想想此事应该怎么处理。我倒想知道这天下有何难事能难到我王兄。虽然今日之事不宜与你讨论，但此事关系重大，所以姑想听听你的说法。王兄说的可是丑娘娘下蛊之事？今日一早王妃便来请命。好，丑妃对义旗的王爷下蛊，若此事当真，那还真是其心可诛啊。那王帝也是赞同处死丑妃？谋害王侯当然该杀，不过。不过什么？现在蛮人还在扰乱边关，丑青离的父亲镇北侯丑虎是守关大将，若是直接杀了他的女儿，恐怕对战事不利，不如将丑妃关入西院囚禁终生，也是一个好的办法。王妃意下如何？臣妾听君上的。传姑命令，丑青离下蛊获主，即日起关入西院。是啊。关进西院，再无翻身之日，娘娘也不必再受他的委屈了。这下，君上可就是我一个人的了。恭喜娘娘，贺喜娘娘。不过我倒是好奇，这丑青离这次是栽在谁手上了？以后啊，你就住这儿了。这哪能住人啊？
到这儿还想住金窝银窝呀？有个狗窝就不错了。请罪，你倒是说说看，你这次错在哪里？儿臣不该意气用事。你知道，你这次虽然救下了丑青离一命，但却让吕敖对你不由生出几分防备，你知道吗？知道。你真的知道？儿臣自有打算。就算你不为他求情，他也死不了。你以为吕敖真的就会这样杀了他吗？他只是故意演出戏，给那个林千思看看罢了。而你呢，就是他利用的一颗棋子而已。这一点儿臣并不非清楚。你，儿臣告退。他现在越来越有主意了。太妃娘娘，纪王的性子您是知道的，他不是一个行事鲁莽的人，他做的事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，太妃不要担心。但愿吧。教训这个不知死活的，过来你，看看我打死你！让你好好见识见识，啥叫真正的痛！不要！多低点，多低点！都倒下！
不要以为你装死就不用干活了。起来，给我干活去，去，干活去。其实我以前一直想要接近你，是因为我始终觉得我们之间有一种微妙的联系，有些眉目了。应该过段时间就知道。蛊中毒的事一旦泄露，一齐不保，大营也会陷入混乱。蛊不得不这么做，青离。你会原谅我吗？过去，快点儿！这些衣服在天黑之前必须洗完，赶紧的。是熬磨蹭好不好？躲雨啊！有毅力了，就哎呦！魏妈妈，魏妈妈，哎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快过来啊！我让你躲，让你不知躲，让你躲，你躲，让你躲，治不了你了。小燕子。君上，可是有何吩咐？把窗户关上吧，降温了。哦，是啊，这马上都立秋了，这还打雷呢，真少见。臭臭！奴才该死，奴才不该提的。奴才是想说，臭这个雨，他怕是要下一整天了。起来吧，下去。随便找个理由，淫到乱葬岗算了。别瞎想，还有气。走，走吧，走。凌云变迁，踏平脚下艰险，甘愿为你披一身风雪。走过漫长路，从今来到本源，所有恩怨都在弹指间。翻越梦变迁，守恨你之间，用痴恋回应惊鸿一瞥。爱自坚，用情一生来自何界，用永恒写在两个一定是他，他竟然来给我送药，为什么不跟我见一面？是还在生我的气吗？我一定得出去解释清楚才行。这西院怎么整天都是大门紧锁啊？怎么才能出去啊？
小女子无意霸占你的地盘，要不您先请。啊？你听不懂狗语啊？没事没事，你千万别激动啊！你听不懂，我可以教你啊！你别激动啊，别激动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你别管！你区区一狗，好好过你的狗生就对了，你还跟我斗？终于出来了，嗯，新鲜的空气，我来了。嗨，那个，啊，我忘记拿个东西，我先回去。给我出来！出来！出来！看来，昨天教训的还不够，打！打！不要！住手！不要打！谁这么大胆子，敢擅闯西院？原来是晋王殿下，奴婢有眼不识泰山，出言不逊，替殿下责罚。你还知道出言不逊？奴婢自有奴婢的不是，不过殿下，这里是西院，按照礼数，殿下您不该进来的。放肆！本王需要你来教。奴婢知错，殿下教训的是。娘娘，你没事吧？娘娘，他们平时都是这样对你吗？不是，平时比这还惨。殿下，奴婢也是职责所在。殿下千万不要听信他的谗言。本王允许你说话了吗？啊，奴婢知错。娘娘，你说如何责罚他们？哎，殿下，娘娘现在是个废妃，没有处置奴婢的权利。若是本王要处置你呢？殿下，殿下，算了吧，这点小事我自己可以处理，殿下还是请回吧，以免让旁人看到误了殿下的清誉。为了你，本王不怕。跟我走。哎，殿下，殿下，使不得，殿下，你要是把娘娘带走了，奴婢这里没法交差啊，殿下，不行啊。那是你们的事，跟本王无关。娘娘，娘娘，你可千万不能走啊！您要是走了，会追加您潜逃之罪，也会连累到殿下的。娘娘啊，我不能连累你。这点小伤，回去擦点药就行了。殿下，殿下不用管我。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天涯我不能回，别辜负了年华。若像诗句想唱给你，若再相遇，必定心意。晋王殿下，你怎么进来了？你怎么会被关在这种地方？他们怎么能如此苛待你？我只是个弃妃，现在这样已经很好了。可是，我不忍你受苦。殿下，你不应该来这儿的。其实，我今天来是有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商量。
是找到给吕瑶下蛊的凶手了吗？都已经这样了，知不知道还有那么重要吗？重要。吕瑶她误会我了，我没有下蛊，也没有要害她，我要去和她解释清楚。你被他们打得遍体鳞伤，就是为了出去跟她解释清楚下蛊的事吗？你忘了，是他亲手把你送到西院的。这事有蹊跷，吕瑶她肯定不知情，而且我相信把我送进来，她也是迫不得已。这种时候你还帮她说话？殿下，你不应该来的，你走吧，我不想连累你。如果我有办法能把你带出去，你愿意跟我走吗？你真的可以把我带出去？这是断气散，你只要服用它以后一个时辰你就会断气，到那时我会派人把你送出府外，等你醒来的时候我们已经远离义气城了。我们远离义气城？只有我和你，我们忘掉一切烦恼，忘掉吕瑶，一切重新来过。我们一同游山玩水，一同潇洒自在。殿下，如果你要带我离开这里，是为了远离王府，那我不能答应。为什么？除了地位，吕瑶能给你的我都能给你。我有更多的时间，我能好好照顾你，我会把你照顾得特别好。完了，殿下，我已经爱上他。走过漫长路，从今来到本源，所有恩怨都在弹指间。翻越梦边界，守恨你之间，用痴恋回应惊鸿一瞥。你爱他，爱自间，用心他都把你邮寄西院了。青离，我哪点不如他？除了没有爵位。对不起，你不要跟我说对不起。如果我有权势的话，你是不是就能接受我？青离。不，你疯了，你不是他。对不起，我刚刚吓到你了。青离，我希望我们是好友，你这样对我，我们还怎么相处？怪我，太着急，太担心，太想拥有你。可是看到你受苦，我控制不住自己，想要保护你。你别再说了，
不说了，但是青离，我要告诉你，如果靠近你会让我失去你，做好朋友让我在你身边一辈子，我愿意一辈子做你倾听心声的好友。保护好自己，别让自己受委屈。你住在这里，我实在放心不下，我怕我会控制不住自己过来找你。青离，你能不能听我的安排？季王殿下，回继王殿下，这里是全西院最好的房间了，冬暖夏凉，绝对不会亏待了丑娘娘。这间房间呢，多年无人居住了，老奴这就命人啊，把这房间打扫出来，让丑娘娘干干净净地住进来。你以后要是有什么需要，就跟他说。不用麻烦了。哎呀，谢继王殿下。要是让我看到他伤了一根汗毛，我便扒了你的皮。继王殿下，您尽管把心收回肚子里。您不信我，也该相信银子。殿下，你们先聊，奴婢就先告退了啊。娘娘，你们先聊，你们先聊。奴婢告退了。你真的想好了，不跟我走？嗯，那你照顾好自己，说不定会很久也见不到面。我能不能抱抱你？那我先走了。青离，你想要的一切我都会给你。听说纪王去过西院了。嗯，是的，纪王路过的时候啊，看见丑娘娘被一群恶奴刁难呢，这纪王看不过去啊，就上去啊，咔咔咔，给那些妈妈一顿收拾啊，还把丑娘娘从牛棚安排到了以前尹妃娘娘住的地方。哎呀，还有人说，这纪王是对年轻貌美的丑娘娘别有企图啊。好一个路过。
你们收了靖王殿下的钱，为什么还刁难我？你把钱还给我。行，我还给你，我还给你，我还给你，我都还给你，还给你，我还。别打了，别打了。我洗，我洗还不行吗？赶紧干。哎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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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恶人有恶报。要刷呢，你要是再这样缠着我，我一个马桶都刷不了，到时候他们就会揍我。你这样才是害了我呢。刷马桶？哎，哎，走走，我们去刷马桶。哎，娘娘，娘娘，刷马桶，刷马桶，刷马桶。完了完了，米七七，你现在都和疯女人玩到一块儿了，你是不是离疯也不远了？李瑶，你来了为什么不把我带走？君上，君上，君上。君上。
君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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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够了。君上最近越来越暴躁了。好，好。魏巡，来一局。是。魏大人，好自为之啊！哪有那么夸张？说什么来的？君上这是怎么了？好端端的为何情绪波动这么大？不像君上的行事风格。相思让人疯狂嘛，君上便是如此。哎呀，相思，小哥留步。嗯，看小哥这个打扮不像是戏院里的人，您是从哪儿来的呀？我是在膳房里当差的，只是每天来送个饭而已。膳房的菜专门送给赵姑姑，这位姑姑一定很有背景吧？废话，你是新来的吧，小丫头连这都不知道？哦，啊，我新来的，新来的。人家赵姑姑以前是尹妃娘娘的贴身婢女。哦，这个我知道。那你还不明白，尹妃娘娘是咱们王爷的生母。什么？哎呦，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？瞧你的迟钝劲儿，怪不得被罚进西院干活。尹妃居然是吕敖的生母。哎，尹妃娘娘挺可怜的，曾经盛宠无二，最后暴毙西院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不跟你说这些了，送完饭我还忙着呢，还一堆活等着干。哎，那啊，哇，尹妃娘娘这么爱看书啊，真博学。可惜就是我不认识大隐国的字。姑姑，这个是尹妃娘娘吧？好漂亮啊。可是好像跟我长得一点都不像。你自然是不能和娘娘相比的。我，你，那你还认错人？只是给人的感觉很像，举手投足之间都像。真的吗？哎，这个印章我好像在吕敖那儿见过。这是老王爷送给尹妃娘娘的画吧？老王爷应该很爱尹妃娘娘。老王爷，老王爷，他的爱都是骗人的，都是骗人的。怎么了，姑姑？
死了尹妃娘娘，可是我听说尹妃娘娘盛宠无二，老王爷怎么会害她呢？娘娘，你不能再相信他了，他会害死你，我不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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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娘娘，我不信，我不信，我不信。我不要待在这儿，我要回我自己的房间。啊！自从丑娘娘死而复生以后，怎么感觉君上和府里全都变了样？君上，您要是真想要的话，那奴才就从了吧。哎，君上，君上，你去干嘛呀？君上，你别跟着哭啊！快点儿，磨磨蹭蹭干什么呢？还有你，这点活用多久啊？啊，这不两下子就收完了吗？还有没有记性？有没有记性？啊？参见君上。参见君上。这君上怎么来西院了？知道。那不是尹妃的住处吗？这里现在住的是丑青离，君上是来看他的。怎么走到这儿来了？是特意来看我的吗？我知道你之前来看过我，可是为什么每次都是在晚上？快走。走？快走，姑不想见你。这里是西院，你还要让我往哪儿走？远离我，越远越好。君上。我还有好多话想跟你说，其实下蛊的人不是我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哎呀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要不要进去看一下？这听着不像是被宠幸啊，这声音也太凄惨了吧。君上，你怎么？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不会的，你不会
君上。这次怎么恢复得如此之快？哎，你别动！大胆，敢绑箍，还敢拿利器对着箍？哦，你，丑经理，赶紧给箍松开！对不起啊。我实在是太害怕了，只能先委屈你了。你怕骨？你这个样子我当然不怕，我只是害怕你又变回昨晚那个样子了。这实在是太离奇了，我得缓缓。你没见过姑这样？没有。难道之前真的是顾多疑了？君上，你为什么会变成昨晚那个样子？还有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你现在身上有哪儿不舒服吗？啊？真是个蠢货！这种时候不担心自己的安危，居然只顾着关心顾。问题真多，我是关心你才问的，你要是不愿意回答就算了。君上，你要一直绑着姑吗？不会。只要确认你不会再发作，我就放了你。只不过现在我们都应该冷静冷静。你的伤怎么样了？啊，伤？我伤没事了。你干嘛？昨晚明明伤得极重，怎么？你看够了没有？君上，你不。顾真是愚蠢。居然怀疑他，还让他受了那么多苦。君上，昨晚的事我一定替你保密。顾相信你。